你若逐天吼来咱这办的音乐会，你知影其实阮的 program 拢是 self running 吼，我 PowerPoint 一直走，咱的迄个表演者比较知。啊，因为我今年有几个较特别的guest performance 吼，大家拢有看到，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台湾布农族从台东来的，咱台东来布农族。因为 in the past 2 weeks they've been here performing in various church and they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to our program so they can support this meaningful program. 啊，因刚刚讲另一半对因来讲嘛是最重要的日子，所以因嘛要来参加的 support 这个节目。我今日拄啊好读到一篇台湾东华大学的教授哈谢若兰，谢若兰本身是希腊雅族。原住民，啊，伊是咧东华大学教授，伊有写一篇文章，伊讲，二礼拜咧台湾，一直 focus 讲是 almost just like 外省人甲台湾人对立，可是事实上不是，有很多客家人，有很多原住民，有很多都是受难者，包括外省人也是受难者，不是说只有，当初那个228的时间有。被打作台独分子，又被打作匪谍，就是讲你若是甲伊意见无同诶，拢互拍落去。所以不管你是哪一族，我们都是站在同一点的，都是当年都是被压迫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不是要探讨，我们就是要知道一个历史的真相。你知道那个历史的空白还是不会被遗忘的，那些 blank 的所在 still not be forgotten。大家都是想要知道说 what happened， 是这几年来才有很多故事，很多故事一直出来。所以 we hope，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很特殊的guest， 他们是 the victim of 228 family， 那他等一下会跟我们 share。We hope in some way we could comfort them and share their pain， maybe not even a bit， but we try our best。OK，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第一个节目其实就是布农族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曲子，so let's go with it。OK， 他们这一个团呢，其实是有八位布农族，两位台湾族，三位阿美族，有一个韩国人，还有一个半个韩国跟半个台湾布农。So it's actually 是韩国的申牧师，他来台湾传道，他以传布农族的孙师母，啊，三六九年，半个韩国的，半个布农族的小女生。Thank you.
的。